然后非常感谢你们能够抽空来到这里听我唱歌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一直给你们唱歌，然后总之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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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。下一首歌呢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也是代表大家一起送给我们的妈妈的。这首歌叫《鲁冰花》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也希望多跟爸爸妈妈联系，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很辛苦。好，谢谢你。